我是福建东部区州议员兼这个滨州立法议会的议长。我在这里要来先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福建东部区的选民，来先跟各位拜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平安、非常健康的马年。我要来祝福各位马年行大运，马年继续健康，马年继续的平安。恭喜发财，万事如意。Saya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tahun baru Cina, Kong Hi Fa Chai kepada semua kaum Cina di khususnya di negeri Pulau Pinang. Semoga kita dapat hidup aman dan damai, lebih maju dan lebih aman dan lebih makmur untuk negeri Pulau Pinang. Terima kasih. Kong Hi Fa Chai.各位朋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广耀，我恭祝大家在新年能够行大运，马年大家能够更加兴旺，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希望，谢谢大家， Thank you。 各位丹中乌雅的选民们，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祝大家年年有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年发财。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万事如意能够马到功成，因为新的马年是需要快马加鞭，所以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吉祥如意，恭喜发财，快马加鞭，马到成功。Adun Kematang Pasir Pulau Pinang ingin mengucapkan Kong Hi Fa Chai kepada masyarakat Tionghoa di Pulau Pinang khususnya, dan khususnya kepada Dun Permatang Pasir, Rostrit, Permatang Pau dan juga di kawasan Penanti. Jadi masyarakat Tionghoa, saya ucapkan Kong Hi Fa Chai dan lebih bahagia dalam menyambut Tahun Kuda.2014年农历新年马上就来了，那今年是马年，那我先祝福大家龙马精神，马上成功。那在此我再次献上深深的祝福，祝福双溪槟榔区的选民还有全马的人民，马上快乐，马上健康，马上行大运，恭喜发财。各位人生的朋友的选民，大家好，小弟祝福侬新年快乐，年年进步，顺顺利利，万事如意。所以大家说新一年，小弟甲代表咱的全体，咱的闽南的政府，甲咱的这个罢工的国手议员，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很快啊，就要进入我们这个新的一年了，然后进入这个新的金马年了。我先在这里呢，祝福大家，祝福我的选民们呢，大家这个马年进步，大家这个新年快乐。最重要呢，就是一家团圆，一家平安，大家都一样的身体健康，每一天都过这个好日子啊，幸福快乐，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这个新年最大的祝福送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马年大家新年进步，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恭喜发财，万事如意。2014年马年到，小弟想借此机会恭祝各界马年行好运，在这除旧迎新的一年里，大家要快马加鞭，才能够马到功成。即使2014年是个仗马年，只要我们咬紧牙根勇往前进，相信一切都不是问题。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年行大运，恭喜发财，鸿运当头。
大家好，我是刘静义，是这里的本卡拉瓜大区的州议员。然后呢，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呢，旧的已经过去了，在迎接新的一年里呢，我要恭祝我的选民，我的全民的人民们，在这里呢向你们拜个早年，恭喜发财，也希望呢你们呢能够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呢，家庭幸福。而当然这些读书的学生们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学业猛进，当然也少不了这里做生意的生意兴隆，而我们年长者呢能够身体的健康，大家都出入平安，事事都顺意，恭喜发财，万事如意，事事顺意。